从哪里来？周末的早上，光头强和熊二有什么活动呢？小小的船飘啊飘，装下快乐与希望。轻轻的水流啊流，带上小船去远方。熊二，快来呀，你的船领先了。来了。哎，熊二，你太缺少锻炼了。哎呀，船飘远了。慢点儿。哎呀，俺的小船飘走了。是啊，跟不上了。这可咋办呀？有了，有办法了。小船一定是飘向了小河的终点。小河的终点在哪儿呀？哎，这个简单，只要跟着水流的方向走就行啦。对呀，光头强，你真聪明。熊二，你快看，我好像看到终点了。终点？俺们到小河的终点了。哇，这里真是小鸟的乐园呀。光头强，咋没找着俺们的小船呀？是啊，我们的小船去哪儿了？应该就在这里呀。光头强，不如俺们去问问大雁，他们飞得高，看得远，说不定看到过俺们的小船。哎，熊二，你真棒！大雁先生，有事吗，小朋友？请问你们有见过两只小船从那边飘过来吗？小船？没有见到过。小船不是应该会飘到河流的终点吗？应该就是这里呀。不，这里呀可不是河流的终点，这里的水顺着出水口会继续前行哦。那小河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呀？小河的终点啊，我们迁徙的时候看到小河流入湖泊，湖泊再混入大江。小河到湖泊，湖泊到大江，大江的水又分流到湖泊，再回到大江。湖泊、小河、大江到小河，晕了。那之后呢？之后啊，他们都流到大海了，那里应该就是终点了。原来是大海呀、难怪小船不在这里。谢谢你们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再见。我们的小船大概飘向了大海吧。熊二，你说小河的起点又在哪里呢？这个简单呀，俺们往河水的上流走啊，就能找到了。走，我们去瞧瞧。熊二，快点，小河越来越窄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这边。看到了没？应该是这个方向了。光头强，等等，是这儿吗？去看看。我去看看那边。嗨，有人吗？这里是小河的家吗？咋样？什么都没听到。现在咋办呀？再找找。小心点儿。没看到水从哪里来，不然我们分头找人问问吧。好。
熊儿，熊儿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俺也知道咧。那你先说。啊。那还是俺先说吧。俺遇到了一只小鸟，小鸟告诉俺，水是从天上的云彩里来的，所以云彩就是小河水的家。嗯，不不不，我遇到的小乌龟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它告诉我呀，小河里的水是从地下来的，很深很深的地下，所以小河水的家应该在我们的脚下。不对不对，小乌龟不会飞，肯定看不到云彩里的水。这可是小乌龟说的也没错呀，水确实是从石头里流出来的。俺觉得俺们听到的都有道理。是啊。哎，那俺们找个森林里最了解大自然的人问问。可是找谁呢？哎，有了，山羊爷爷。山羊爷爷，山羊爷爷。山羊爷爷，我们有问题想请教您。哦，你们说说看。水是从地下来的吗？山羊爷爷，其实我们想知道水是从哪里来的。就是这样，小鸟说水是从云里来的，可是小乌龟却说水是从地下来的。这样啊。水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天上来的。是地下吧。别急别急，我们先去教室吧。山羊爷爷，山羊爷爷，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好了。好了。这是画的啥呀？那高高的是山对吗？那比山还高的白白的一团，一定是云彩。这个呢，就是你们要的答案。其实水没有起点，也没有终点，在地球上，它们是循环流动的。循环流动？那小河的家呢？小河没有家。你们看，水从山上汇集成小河，小河呢又汇入了大海。哦。但是那些汇成小河的水，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地下来的，是天上吧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看茶壶中的热水。水很烫，不要碰哦。哇！热水是不是在冒出白气？可是飘了一会儿就不见了。是的。山羊爷爷，这和水循环有什么关系吗？茶壶中的水被加热后，就会形成水蒸气，也就是气态的水。气态的水？海水被太阳晒过，也会形成水蒸气。水蒸气飞向天空，越飞越高，遇到了冷空气，水蒸气就变成了云朵。然后，风把云朵带到了山区，水又以降雨的方式回到了小河里，小河再汇入大海，海水晒着太阳，再一次变成了水蒸气，这就是水的循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！原来是太阳公公帮了忙呀！哇，太阳公公可真了不起！看，快看呀，太阳公公要回家了。谢谢太阳公公，再见。小朋友们，水循环的知识你们记住了吗？快去把这个知识告诉你们的小伙伴们吧。小朋友们，
再见。